哎，秀珠姐姐，再荡高一点，小心摔着。没事儿。哎，你觉得我扮的像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猜一猜嘛。我才猜不出来呢。那你觉得什么穿着白白的裙子梳着长长的辫子呀？别动啊。哎，七哥你怎么来了？吓了我一跳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七哥你看我扮得像不像天使啊？天使啊？啊，像吧。不像。为什么呀？天使有穿黑皮鞋的吗？嗯，哦，我忘换了。天使应该打着赤脚，长着翅膀，像这样穿着一双黑皮鞋，比老太太小脚还安全。好吧，我回去换。等会儿，嗯，小心点啊。哦，哎，你们俩等着我啊。嗯嗯。哎，你忙坏了吧？两天也没见着你。哎呀，这几天啊，为父亲的事情，大家都特别的紧张。大哥呢，因为衙门的事情忙不过来；二哥呢，哎，没什么能力。三哥呢，我不说了。怎么了？说来说去啊，好像就是你心思的。其实我对这件事儿啊不是太在意的。你想想，父亲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忙了大半辈子，早就该歇歇了，对吧？你才不懂呢。听我哥哥说啊，有权就是有钱，没有权了，谁还会理你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哼，这是俗人之见，我才不这么想呢。哟，生气了？生气我就走了。谁让你说我和我哥哥是俗人的？谁说了？啊？你睁着眼睛说瞎话，刚说完就不认账了。我是说那些看重权和钱的人才是俗人。再说了，我怎么有胆量说总长的妹妹呢？累了？没有。我想出去走走。去哪儿啊？呀，只是随便出去转一转。你呀，一天不出去就憋得慌啊。去吧。哎。嗯，先生，能把你的车让一下吗？我的纸压在你的车下面了。
谢谢。金荣，金荣，哎，姐，哎呦，姐呦，我的那顶帽子呢？什么帽子？跟这个衣服颜色一样的帽子啊？哦，绿帽子。对啊，在哪儿啊？您自个儿放哪儿了？您想想。我自个儿想得起来，还要找你干嘛呀？对，那我帮您去找。去去去。哎，别别别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我这儿在哪儿？大嫂，大嫂，你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哦，我现在要找我那顶墨绿色的帽子，在您那儿吗？你年纪轻轻的，别胡说，找什么绿帽子呀？现在戴这个颜色的帽子的人多着呢。多，你就也得戴一顶吗？你这话有点没茬找茬啊。是你自己说错话的，你干嘛怪我找茬啊？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你呀就是这样的，老是丢三落四的，可是等到急用的时候又到处乱抓。你这个样子就得有个小媳妇管着你。哎，我看你对小莲挺好的，要不我去跟母亲说一声，让她去伺候你吧。开什么玩笑啊，别已经长成人了，别开玩笑。怎么，你还怕她不乐意啊？我一直把当妹妹看。行了，我不跟你啰嗦了。哎，老七，你去哪儿呢？找帽子。小莲。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我叫你过来，你竟敢不来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，干嘛这个样子？我是说，你这件坎肩很漂亮。漂亮什么呀？这是六小姐给我的，都是两三年前时兴的东西了，快成老古董了。不过你穿着真的很合身呢。哼，你来呀就是说这个吗？不是，我来呀是想告诉你，你们家大少奶奶跟我说了，让你过去伺候我，知道吗？哎，不信啊！健儿，可把你盼回来了。父亲，母亲。健儿，虽然不能像你父亲那样带兵打仗，可总是考了个进士回来，没给柳家的祖宗丢脸呐。健儿考的这个不叫进士，那叫学士。学士。近视，哎，都差不多，都差不多，快进屋。好，好。七少爷，你干嘛老是笑眯眯的看着我，也不说话？因为你好看呗。小心，待会儿让你的白小姐听到了，你可该挨打喽。哎，燕西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不是坐在这儿发呆，就是在这儿傻乐。就是嘛，是你把我们大家约出来的，到现在都不说话，都快把人给闷死了。哟，你还闷啊？哎，赶明儿你要是做了和尚，你就知道什么叫闷了。和尚这辈子我是没法当了，要当也只有当尼姑了。要是尼姑都像你这么漂亮，哼，我就把家给搬到尼姑庙里住去。哎，这不是尼姑庙，是尼姑庵。哎，不都一样吗？哎，燕西，干嘛去啊？到山上看尼姑去。哎，你不是开玩笑吗？哎，有这么多漂亮的姑娘，你非要到尼姑庵去看什么尼姑去？啊？我说的话什么时候变过？
秋儿，把头抬起来，看着佛祖。哎，累死我了，爬不动了，爬不动了。哎，你说你就不能虔诚点吗？还不够虔诚啊！什么时候爬过这么高的坡啊？其实我也走不动了。哎，我现在走不动了，再坐坐。哎，你们怎么堵道啊？哎，关你怎么什么事儿啊？你怎么爱走不走？哎，我就是这事儿怎么了？爱走我累了怎么着？你们爱走不走跟我什么关系？走吧，请让一下，我们要走不去。嘿，是你吗？嘿，父亲、母亲、姨娘，给你们请安了。父亲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还走吗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不回来，你们便可以随便胡闹下去，成何体统？哪儿啊？我们天天盼你，还盼不来呢。行了，一回来就给脸色，要叫孩子们都盼你不成啊？你爸爸是不放心回来看看，明日啊还得回香山呢。瞧瞧你这一脸疲倦样，没精打采的，怎么受欺负了？谁敢欺负我呀？我只是碰上仙女了。哼，这越说越不像话了，哪能遇见仙女啊？北郊尼关呢？你去了尼关了？啊？你真的去了尼关？啊？这成何体统？一个堂堂金家少爷没事跑到尼姑庵里去，这要传出去，金家的颜面何在？这孩子，要想去拜佛啊，应该去寺庙里。尼姑庵那是女子们去的地方。得了，你原来不知道，现在姨娘告诉你，下次就别再去了啊。哎，还是个孩子，总也长不大。他都快20岁了，还不如没力。整天到处胡闹，也不去上学。上次教你读的几本书，你读得怎么样了？都念了，父亲。那现在背给我听听。背？念还可以，背怎么背得出来啊？书那么长，要我背，我只能背书名。读书如果不背书，那读书有何用啊？你现在既然不愿意到学校里去，那么以后就在家背书。如果再出去胡闹，家法伺候。是父亲。七爷，您让我找的人呢？我找来了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们来吗？听七爷吩咐。听金荣说你们是什么便衣巡警，所以办这点事应该是很容易的，帮我找个人。七爷吩咐的事儿，
那是一定要照办的。不过这个人年纪有多大？七爷还能不能提供一些其他的情况，我们也好去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，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。都听清楚了啊！凡是梳大辫子的，一律不许放过，都给我登记。是是。哎，那大辫子，哎，干什么？跟我走一趟。爷，是这个吗？跟我走一趟。你干什么？走，跟我走。爷，您看那辫子。你是谁？跟我走一趟。啊？干什么你？爷，您看是这个吗？七爷，我们大北京的大街小巷，能去的地方我们都去了。我们现在查到的梳辫子的姑娘有6347位，十岁以下的一共是1101位，10到15岁的有1312位，剩下的就是15岁到20岁的、21、22的，我们也找了几位，虽然都梳了辫子，但都嫁人了。拿我说笑是吧？找那些长不大的小妹妹干什么？可千万别忘了，把我的八妹也算上啊。八小姐是一定不能算上去的。如果想找八小姐的话，我们也用不着大张旗鼓的上大街上去找了。现在找的小姐，七爷要不要看一看？我们不知道七爷想看的是哪一位小姐。你这蠢货，你让我怎么找？挨家挨户找？给我挨家挨户找。香烟洋火，香烟洋火。辫子，辫子，七爷呀，我这满脑袋都是辫子。哎，七爷，刚才咱们看那几个家都不是您要找的人呐。我们已经查找了南塔寺一带大小72条街巷，七爷，您看，你帮废物。是，七爷骂的有理。在前面这个花店给我停下来。哎，七爷，前面那家马上就要到了。改天再去。我要买花，你们先回去吧。七爷，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，我们在这等您吧。我说的话什么时候变过？是七爷。请问先生，您想要点什么花啊？啊，随便看看。好，您随意。Thank you.
只是受了一点风寒，吃点药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多谢大夫，给大夫备车。是太太。金荣，你们这些下人的差是怎么当的？好好的少爷怎么就会染上风寒了呢？是太太，告辞了。谢谢啊。燕西，燕西，燕西，你怎么跑得这么快？到底是关系不一样，我要是病了，看你有没有这么着急。你这怎么了？我没事啊。都病成这样了，还说没事儿？妈，你来了。还有我呢。三嫂，谢谢。妈，咱们走吧。啊。我不就是生病一点点吗？你干嘛哭成那样？还不是因为你，人家担心你吗？我累了，想一个人待会儿。你走吧。好，我走。怎么了？怎么哭得跟个泪人似的？他欺负我！谁敢欺负我们七少奶奶呀？谁是七少奶奶？你现在不是，将来总是吧？谁要嫁给他了？他总欺负我。原来是老七欺负你啊！走，找他算账去。哎，现在别去了，他正病着呢。刚才还说人家欺负你，现在又心疼了不是？姐，姐，姐，该吃药了。你还在这干什么？吓我一跳！姐，太太吩咐过了，让我伺候您身边，不让离开。你存心让我不睡觉是不是？出去！姐，太太已经吩咐过了，不让离开。下去。是，姐。姐。我在门口候着，有什么事儿您就吩咐我啊！滚！
今天承蒙各位光临寒舍，本人不胜荣幸。多年以来，本人深受各位的支持与厚爱，今后唯有与各位共同恪尽职守，同舟共济，开创新局，造福社会，以此来报答各位。好了好了，请大家静一下。金总理为了答谢各位来宾的盛情，现在给各位来宾谢礼。祝金总理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多谢多谢。金总理健康长寿。多谢。柳夫人，这是贵公子吧？哟，长得这么斯文，这么漂亮啊！哎，这是犬子春江，刚刚获得了医学学士学位。金总理好，金夫人好。金太太，金总理过寿，孩子们都来了吧？我们家四姑娘跟她丈夫在日本，没来得及回来，怎么没见到贵府的七少爷？父亲，孩儿给父亲大人拜寿了。起来吧。拿来。拿来，拿什么来啊？你父亲的寿礼啊。我已经送了。你送给我什么了？父亲，我的一片孝心呢。对于你们这些有钱人来说，除了这个我还能送什么呢？你呀，还不如八妹呢，人家多少还送了一碗长寿面呢。哟，长寿面？多大碗长寿面啊？这么大碗吗？这么俗气。你还不如我呢，除了嘴甜以外，你连俗气都没有。因为我穷啊，父亲，我穷的只剩下对您的一片孝心了。看你诚意有余的样子，免了吧。谢谢父亲。爸爸，不公平。走。你好。你好。好像我从来没跟你见过面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柳春江，是柳云飞的儿子。哦，柳次长的公子，还在国外读书吗？不。我已经毕业回国了。哦，家父常常夸奖你的。哪里哪里，还是要跟燕西兄学习才是。看来今天客人们还都挺满意的。伯母请用。啊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秀珠姑娘想得真周到。哥哥呢？怎么没见他呀？我哥哥说他从部里直接到府上来。老七真是有眼力，找到白秀珠这样一个乖巧的女孩。表姐，你又取笑我了。哎，老七呢？他刚才还在的。老爷是最喜欢他的，说像他年轻的时候一准有出息。金老爷和您调教出来的，还会有错吗？瞧他这张小嘴儿，说话多甜呐。抓紧他。伯母放心，我们很好。南方来势汹汹，步步紧逼啊，频频来电逼总统退位。现在燃眉之急是总统拟重组内阁。
启用几个新党人物，方可挽回大局。不言兄，你我跟随总统多年，鞍前马后，甘苦与共。若总统认为必要，我金泉可以随时下野。老师不愧是总统的心腹知己呀。依我之见，此事需从长计议。你我不妨领先退出，以保住总统大位。若你我退出，能保总统大位，子恒在所不惜。这么晚了，老爷子还不回来，这一朝天子一朝臣的，要是总统下了台，那老爷子总理还能当下去吗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这有什么？大不了我们各房自谋出路吧。二嫂说的是，那百姓怎么过的，咱就怎么过，反正饿不死就是了。你们说这些话也太早了吧？也许爸爸根本就没有事情，就你们在这瞎操心。喝过洋墨水的人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。感情，五妹有的是积蓄，不愁吃不愁穿的，着哪门子急呀？三嫂，我招你惹你了，你干嘛说话句句带刺？干嘛拉苦人呢？我说什么了，五妹？这怎么就把大小姐给得罪了？得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吵吵？都少说两句。在朝的官员啊，又将大改组了。各房在衙门都没有职务，唯独老七和八妹还没有着落。其实这几年时局那么不稳定，甭说总统频频的更换，但总理这位子三年换了五个，咱爸也是第五个了吧？所以我觉得不做总理也挺好的，就让咱爸引咎辞职，总比别人催他下台光彩多了，省心啊。胡说，不当总理你去喝西北风啊？你爸这次看来是躲不过这场大劫了。您放心，到哪个山头啊，咱唱哪支歌，咱们家还不至于揭不开锅吧。爸爸非等闲之辈，哪能那么容易被别人打败？你们想的也太多了。妈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凤菊啊，都这么晚了，你爸还没回来，你是不是出去打听打听啊？好的，母亲，我这就去。我们一起去吧。妈，我也一块儿去吗？我跟你们一起去。哎，燕西留下来陪我，你们哥几个一块儿去，互相之间还有个商量。好，走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你啊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子恒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的道理，不用我这妇道人家多讲。但是你想啊，眼下军阀混战，内乱不断，总统朝不保夕，金家又受总统厚恩，官居极品，如今总统在危难之中，理应竭尽全力报效，怎么能隐居山中呢？隐居或是自有苦衷。他既然不念旧情，老夫何必自作多情？依我之见，总统暂令你赋闲，是为了从长计议，积蓄力量，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啊。子恒，你可要三思啊。果真如此，倒也无妨。但政界的事，非你所说的那么简单。官场上争权夺利，你死我活。得了，全当我做一次替罪羊罢了。如果真到了那一天，我就随你卸甲归田，倒也图个清静。真是知夫莫若妻呀。
我是担心这样下去金家如何维持，几个儿子又不成器。姐，哎，哎呦，吓着您了。一惊一乍。姐，我打听出来了。打听出什么来了？那个姑娘姓冷。冷什么？冷，冷，冷。想啊。冷。哎，反正我打听出来了，她在人人女中上学。人人女中啊。人人女中，嗯，笨蛋，那是仁德女中，啊对，仁德女中。哎哎哎，不能进。走。这位先生，请问您贵姓？您找谁？我是谁？有那么重要吗？啊，那是当然。不过，我们这是女子学校啊。对啊，我就是来找个女学生。哦，她叫什么名字？我知道了，还用找吗？哦，这就不好办了。我们这儿有好几百学生呢，你叫我怎么找啊？那容易啊，那就一个一个的找，我就不信找不着。就是他。是怎么考虑的？你和燕西的事怎么样了？很好啊。嗯。从金泉目前的处境来看，你们的事儿再等等吧。可是，金总理正处在危难当中，哥哥理应帮忙啊。更何况，若不是金总理的提拔，哪有哥哥今日啊？终归这是国家大事，是政治，和你们的婚姻是两码事儿。我不懂政治，但是我知道，做人一定要有良知啊，不能无情无义。你也来教训我，整天就知道玩乐花钱。那照你这样说，